校，我们从头到尾的立场都是一致的，因为北北基的情况比较特殊，教育部不可能用全国统一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定，因为事实上这个在专业上大家都讨论过，否则的话高分就就低分高就的情况又会发生。那当然，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，大家能够做一个更合适的一个人员，应该是这样的立场，而不是教育部就不内的要求，从过去郝市长到现在柯市长，或者是针对新北市金融市要求，就照教育部的立场，就教育部这个态度要。这个部分呢，跟台北市是不是有同步？就是基本的立场。我想除了我们三方啊，包含基隆的教育局长都已经讨论过以外，另外柯市长也都电话都通过，那我也把这个中间的过程，那柯市长他的想法都交换过。